偶然在一家古董店碰到的。当时我是一名侦探，在跟踪调查大都会居民失踪案时，发现这个背包的，它上面的标记和我手上的冒险笔记一模一样，我就把它们组合在一起。谁能告诉我这怎么启动啊？停！把我放下来！快启动滑翔伞！启动滑翔伞！原来是你在说话，这个背包是你发明的？是的，我是苏博士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这个背包和笔记都是苏博士的。苏博士是那位传说中的苏博士吗？谁是苏博士？苏博士是传说中的大智者，很久以前从另一个时空来到神奇星，带领居民们赶跑了银河盗猎团。卡卡，你跟苏博士说过话？苏博士告诉我，银河盗猎团又潜入神奇星了，我们要团结起来阻止他们。大都会的居民失踪案就是银河盗猎团干的？是的，我当时拿着背包上的警报器一路追踪外星人，谁知蒙面女侠半路杀出来，把警报器踢坏了。蒙面女侠？她为什么要踢坏你的警报器？那个蒙面女侠就是琪琪，当时她也在调查居民失踪案，她把我当成坏人了。原来你也是老虎。最终在我的天才推理之下，我们准确找到了关押失踪居民的地方。交给我吧，旋风狐腿，尝尝高压电的滋味吧。琪琪姐姐好帅好厉害呀。蒙面女侠果然不一般啊，明明是我想到利用电线对付外星人的。当然是我最帅。琪琪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功夫女侠来去自如，要你管。那你说说后面发生的故事吧，你们想听吗？想。那我来说吧。那天以后，我就跟卡卡一起寻找银河盗猎团，发现他们要绑架巴厘虎贝贝。原来他们真的是银河盗猎团。我早说了，不能以貌取人。他们应该想对那只小老虎做什么坏事。过程呢？说说功夫女侠在救出贝贝的过程有什么贡献？过程，我记得是，这是空间球，能把你们这些小动物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。禁闭？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。不会吧？我好害怕呀。不会吧，琪琪，你竟然怕黑？这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一次意外。那时候我掉进了一个枯井，被困了三天，只要是又黑又小的空间，我就害怕得动都不敢动。后来还是我用了一个既高明又科学的方法治好了它。这是我从古书上看到的一种暗示法，当你想到梅子很酸时，嘴里就会分泌唾液止渴。只要把山洞想象成其他地方，我就不会怕了。好香啊，卡卡，我来救你了。要不是我天才大侦探蒙面女侠，现在还是怕黑女侠呢，所以我才是最帅最厉害的那个。让你尝尝怕黑女侠的厉害。我有说错吗？你看连流星锁都看不过去，要教训你。琪琪姐姐，这个武器好厉害呀，在哪里买的？这个叫流星锁，也是在那个山洞里面找到的。那天我治好了心病，和土拨鼠咔咔一起掉进了山洞的秘境，里面全是机关，差点要了卡卡的小命。最可怕的是一个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机关，让某个天才侦探中了招。要不是我叫醒他，现在还在里面犯傻呢。后来我们在秘境的宝箱里发现了流星锁，我使出各种绝招把它收服了。你们的故事好精彩呀。可以再说吗？我们还想听。说吧，我们还想听。太多好玩的故事了，从哪说起呢？就先说河马山、狮子谷吧，还有长颈鹿城堡。
这次行动失败全是你的责任。笑话，是你们太弱，别想在我身上找借口。要不是你不听指挥瞎干，我们早就成功了。你这么愚蠢还想指挥我？我可不是你的手下。你太过分了。队长，我来帮你。你们在吵什么？我有一个紧急的任务交给你们。那团长大人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犀牛镇和大象镇的泼水节马上要举行了，一想到泼水节我就来气，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毁掉这个节日。为什么呀？蠢货，让团长大人先说完。因为他们的泼水节就是我们的团耻之日，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。许多年前我们入侵神奇星失败，竟然被这里的动物打得溃不成军，这是我们银河盗猎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的溃败。而我们撤退的那天刚好就是无垠草原的泼水节，看见这些家伙开开心心的泼水节庆祝，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好可恶的犀牛和大象。没错，他们实在太可恶了，一点都不关心我们银河盗猎团的感受。伯父，我命令你必须破坏这次的泼水节，我要让这帮草原居民知道我们银河盗猎团的恐怖。是团长大人。哦，知道了，团长大人。呀，好厉害。卡卡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大象们都是艺术家，经过他们的布置，中央广场马上变好看了。我们大象一族最擅长就是织物，你看这，再看这，哇哦，好漂亮啊！还有还有，你看那个大水桶和大喇叭，是我们犀牛一族建造的。你们犀牛一族真厉害。嗯，等到大水桶里注满了水，哎，就会哗啦一下从上面一泻而下，那场面壮观。在大水桶倾泻的一瞬间，象征着今年的泼水节正式开始。好期待啊。泼水节是我们草原北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往身上泼水是寓意洗刷走所有不好的东西，泼得越多越吉祥。真希望泼水节现在就开始。卡卡着急了呢。啊好臭啊，又是那些垃圾的味道。啊，为什么这些臭味突然变大呢？垃圾山倒了，快去看看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是。嘿嘿嘿，泼水节你们泼垃圾就差不多。泼垃圾，泼垃圾。这能量波只能用很短的时间，只好靠铁锹了。莉莉莎，微微，快过来帮忙啊。我不要，这里又脏又臭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哎，算了，还是靠自己吧。靠自己，靠自己。咦，三四郎，你怎么往这边铲？啊，你不是叫我从这边铲的吗？三四郎，别动，举起手。啊，举手。这该怎么办？河里到处都是垃圾。这下完了，这些垃圾会污染河水，破坏掉泼水节的美好寓意的。卡卡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们看，河面上的垃圾都是漂浮垃圾，我们可以用一张大网来拦截和收集这些垃圾。这个办法好。可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大的网呢？哈哈，这个简单，看我的。大象们集合。看我的，犀牛们集合。
简单，我总觉得是银河盗猎团在搞事情。可能真的只是意外而已。好脏啊！我叫你举起手，没叫你拿那铁锹举起来呀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三四郎，因为你的乱来，我的泼垃圾计划就这样失败了。又是我的错。波波，快想办法弄走这些垃圾，脏死了。最起码让我们回到垃圾上面呀。弄走上面啊！我想到新的计划了。哼，你是谁？功夫女侠琪琪，你又是谁？超级大侦探卡卡。我今天就要好好收拾你，让大家知道谁才是最帅最厉害的老虎。那就不废话了，看招！看我的枪林弹雨！嘿，枪林弹雨又怎么样？我这招叫横扫千军。轮到我了！咦，嘟嘟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刚刚呀，嘿！我感觉到有杀气。讨厌讨厌讨厌，竟然还在我们团池子玩得这么开心，他们实在是太讨厌了。怎么还是一股垃圾味儿啊？去，你笑什么？我没笑。你刚才明明在笑。我笑是因为我想笑而已，关你什么事？你都是因为你我们才失败的。你说清楚，是谁导致失败？就是你不跟我们一起行动，不听我的指挥，我们才会失败。我说过，我们只是暂时合作，我的目标只有那两只老虎。我不管，当年我们伟大的银河盗猎团败退的那一天，他们竟然还泼水庆祝，这简直就是我们的团耻日。我不管，我要破坏他们的泼水节。泼水节是你们的团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是高傲的狮子，才不屑搞这样的恶作剧。你我你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原来味道是从你身上传来的，臭死了。算了，不跟你争了。三四郎还没找到吧？来了。他来破坏他们的泼水节。波波队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空间球吗？颜色不对。对呀，外形跟空间球一样，就颜色不对。这是吸力球，你们没见过，看上去跟空间球差不多，但用法不一样。这东西怎么用？看，这个吸力球会把垃圾都吸住，变成一个垃圾球，把它丢到垃圾山，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我们一起去垃圾山，把他们的泼水节变成垃圾节。垃圾节，垃圾节！啊，还要去那臭死人的垃圾山呢？听话，弄完这次，我们以后就再也不搞垃圾了。琪琪，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在震动？对啊，我也感觉到，好像是垃圾山那边传来的。那是什么？我看看。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垃圾球。那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呀？快跑啊！别过来呀！可怕呀！什么东西啊？琪琪，出发！哎呀，如果没有人把控方向，垃圾球就会乱拐弯，偏离方向。那怎么办啊？有了，我们制造三个垃圾球，一起操控着它们去破坏泼水节。波波队长，好主意！
不，我不要。快，没时间了，快去吧。快，我们仨一人推一个，冲散他们。哎呀，这么脏，别弄脏我的手。只要破坏他们的泼水节，我就立大功了。我也要立大功。喂，三色狼，你没戏。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银河盗猎团带来的恐惧吧。哎呀，我来了。绝不让你们过去！没错，不能让你们破坏泼水节。看我用垃圾球污染水源，让你们的大水桶和大喇叭里面全是垃圾。泡泡，等等，你们别逞强。是啊，要先确保自己安全再行动。可是这样下去，水源会被他们污染的。泼水节被他们搞乱套了。交给我们吧。你们先去看看有没有居民受伤。小老虎在那里。区区垃圾球，我一招就能把你打散。嘿，看招，流星锁，打散他。你太小看我们的吸力球了。什么？嘿嘿嘿嘿嘿。机器，你没事吧？机械手臂，看招！糟了，只会让它越来越大。没想到波波队长还有这么厉害的计划。但是推着垃圾还是好恶心啊！好险啊！那是什么？那个水桶竟然在两个垃圾球中间飘起来了。我明白了，银河盗猎团应该是用了类似磁铁的东西才把垃圾系在一起，也就是说机器，还记得那个拐弯的垃圾球吗？怎么了？他们的垃圾球太大了，我们都比不过，如果我们也跳上那个垃圾球，才能跟他们有一战之力。明白了，我们走。想去哪儿？我来。这都能躲开，看我的。不会吧。成功了，接下来就看我的，出发。小心点儿，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。我明白了。他们也用上了垃圾球。他们推着垃圾的样子好恶心啊。我自己不也是一样吗？别怕，我们有三个垃圾球，他们只有一个，一起上啊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是时候了，停下了。好，莉莉莎，三色狼，我们一起撞。好，天天知道这些垃圾球会吸在一起，他们应该是用了一种特殊的物质产生了很强的吸力，把垃圾都吸在一起，而且越滚越大。你的灵锁就是因为这个才被吸住，只要把所有的垃圾球都撞在一起，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在一起不能动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是的，总之就是他们现在不能动了。那轮到我们开始反击了。没办法了，先撤退吧。可是我们现在都动不了，怎么撤退呀？哎呀，快一点，我真的受不了被垃圾包围的感觉。我们还有微微。微微微微。微微微微，听到吧？微微。听到了，又怎么了？快点救我们回去啊。你们又失败了。快点啊！
真拿你们没办法。快点啊！来了来了，急什么？啊，对了，这飞船在天上，我怎么下去救你们啊？对呀，他不会驾驶我们的飞船。快点啊，我受不了了。你，微微，我教你怎么开我们的飞船。我说你坐，一步一步来。首先你按第三排第三个按钮，再按第四排第七个按钮，接着按第一排第三个，然后是第二排第五个，接着是第四排第六个。第三排第二个，第四排第七个，第一排第三个。哎，你说话慢点，我记不住。快点啊，救人要紧，最后是第二排第一个。你知道我们狮子最讨厌这些机械东西，你还叫我摁第二排第一个是吗？我摁。那是什么？不，他按错了秘密武器的按钮。快跑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耶！我们胜利了！卡卡哥哥，琪琪姐姐，你们真的要走了吗？多留几天吧，泼水节才刚开始，后面还有其他节目。不了，你们都看到银河盗猎团有多可怕了，他们掉进了巨树森林的方向，我们要马上赶去那里通知当地的居民。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回来。好，我们一定会回来一起玩的。出发，下一站巨树森林。